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然后赶快给我一个麦克风哈。来，部长，你知道我为何而来吗？哈，是布拉格跟北京要签订姐妹市合约，然后你们交涉的满意吗？我觉得我们是尽量的去交涉，也透过有我的人士也向这个布拉格方面做一些安排。捷克那边给你们的是什么答案？我们跟捷克外交部的主管官员我想都有会晤，那在事前也跟他做了说明。没关系，后来我想现在怎样？不，最主要的就是说捷克政府，当然他表示他有他们自己的所谓一中的政策，但是呢他并不支持这个地方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他不支持地方政府。好，这是什么时候回报的答案？这个答案是外管什么时候回报给你的？在第一时间就有回复。应该是27号，对不对？27号就有去洽，对。我们后来3月1号有会晤，过完周末之后3月1号又有会晤，对。所以对方还是这个答案。不，对方的答案就是说，这个是布拉格市议会的事啦。对，那捷克政府是重视对我们的关系，所以而且对我们的政策不会改变。那而且捷克驻华代表也跟我们做了外管，全部把他们撤回来。你看看哦，看这一页，这是你们2月27号的时候给本席的回报。对，麦克风嘞，来，你们27号的时候，来。27号的时候给本席的回报啊，你们就已经讲了，捷方看一下红字哈，捷方初步回应此为地方政府之作为，无涉捷克政府之外交政策，对不对？对。然后不愿该姐妹市缔结案影响我双边友好关系，对不对？对。你们好厉害啊！其实还不到一天，因为是26号下班以后，本席在脸书贴出来周春明委员质询，然后你才指示他们去抗议。结果27号的时候消息就回来了，捷克政府真是友善啊！好，部长，这是假消息，不是真的消息。假消息，为什么呢？因为27号的报纸，捷克的报纸马上报道，就在你的外管告诉你捷克政府说不涉及中央的时候，捷克的报纸登出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完全没有 information 有关于我们的抗议，完全没有 information。 我了解，我跟委员报这个我们都有去了解，都有去调查。事实上那是捷克外交部的发言人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事实上我们是透过亚太司，事实上有了解这个讯息，刚好在周末，我想消息有一点错过。所以是他们的亚太司没有跟他们的部长报告吗？哦，不是发言人，他没有让我做发言人，那个时候他不知道这个讯息。所以你还是比较相信你的同仁，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事实上所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往后看，好，来再往后看。后来捷克呢，又有一个周刊对我们非常的友善，然后呢 ，respect， 他就写出来了，他说他们的市议会的议员有亲口去问过部长，部长说，这个合约的内容符合捷克的政策。部长，没有，你的同仁身在海外，没有人懂捷克语言跟文字，回报的消息是天大的谎言，说捷克政府说不影响他们中央的政策，而事实上捷克的外交部部长对布拉格市议会的议员证实，这代表符合什么？通常是不处理，但是内容与捷克外交政策相吻合，是咨询外交部得到的答案。你要相信谁啊，部长？你要相信你的外管，还是相信捷克的舆论界？不，我觉得到这里为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点差异哈。当然，如果委员有兴趣哈，我也可以请捷克驻台的代表来跟委员做一个说明，都可以。他们签的嘛，对不对？不是，这个是就是布拉格的市政府市议会的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签了没？签了没？这个签了没？不是，这是市议会的决议啊。签了没？市议会通过了嘛？通过他们的条文了嘛？因为他们这个外交的协定，市议会要先通过嘛？通过了嘛？签了没？签了没？没有签到。不，他们现在是要安排习近平去访问嘛？但是这个后续的事情。对对对，然后呢？好，很好。然后谁跟他们签？谁签？哪一个？部长，你到现在我一而再再而三让你看到捷克非常有公信力的媒体讲的话跟你的外管不一样的时候，你还是坚持相信你的外管。最后答案出来了，
捷克为了两只猫熊跟习近平去访问捷克以及他们的钢铁业的利益，捷克是整个政府同意这样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约将要在3月28号到3月30号之间由习近平去访问布拉格的时候在那里签。请问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签的约不代表他们的外交政策吗？只是地方政府的事吗？不，因为我想这个习近平不会来签这个约了，这个我们会来 看一下他们怎么写。当然这个是就是要在习近平就是要在习近平访问的时候签。你知不知道捷克多么替我们讲话？捷克替我们讲话说我们跟北京叩头啊，人家捷克是有支持我们的舆论啊。你看看这一篇他用什么用叩头啊，你们去翻译一下什么叫 KOW。 事实上我们透过我们在捷克的友人布拉格向北京叩头，为了猫熊，为了猫熊布拉格向北京叩头，然后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约将是习近平要去访问的时候要签。你在这里还骗我们全国的国人说 我没有骗你，不代表捷克的外交政策，不伤害两国的关系。 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是捷克驻华代表亲自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驻捷克的代表告诉我们。好，那现在告诉你不涉及啦，但是我们会跟习近平签啦，然后你就相信了，不是你就相信他的口惠你就相信他说的，然后睁眼不看他做的。我觉得不是这样，他要做的就是习近平。可是捷克有他的一中，有他自己的一中的政策，这是捷克外交部对我们的说明。那现在最严重嘛，那现在最严重嘛，他的一中政策就是跟这个合约吻合嘛，那就惨了。因为一中政策是我认知到你有一中政策，没错没错，可是这个是我认知到一中政策的内涵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同时的一中那个部分是我们不接受的。捷克外交部也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他们的立场，没有做，他们的立场是有他的一中，就有些看起来是似是而非，他有些是有吻合，有些是不一样的。习近平将去布拉格访问，将签订的两市的姐妹市合约当中明白的说，中国同时统治中国大陆跟台湾，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马习会，这叫做马习会很成功，这叫做马习会很成功。习近平这样子，如果你们还，你今天回答吕孙宁委员的话的时候，你说有助于区域稳定，你还认为马习会很成功，而马习会的结果就是习近平去布拉格卖台，然后马习会很成功，那表示马习会卖台嘛？卖台卖得很成功啊！我想地方政府的协定哈，当然他是配合习近平去访问，而不是说由习近平去签署。我想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好 OK， 好，如果我们的外交部部长遇到这种情况，还替习近平跟捷克讲话，然后还欺骗国人，大辣辣的对国人声明，我没有任何意愿欺骗的，我没有跟捷克政府提出严正的立场，这种作为，仍然不代表捷克的外交政策。这样的部长不是认了，没有，这是捷克告诉我们的，捷克的外交部告诉我们的，是捷克驻台代表告诉我们的。所以你听他说嘛，但是你没有看他做嘛？做外交是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吗？这是外交部部长的职吗？外交部部长的格局就是人家怎么说我怎么，我们要去了解说对方外交部的主管官员，人家跟你讲的是一套，对于我们说的说明，跟议员讲的是一套，但是我们会去了解这里面的这个微妙的地方，然后做的又是一套。现在有三个，现在总共有四个讯息，一个讯息是你从外管得到的捷克官员讲的，不只是外管，还有从捷克驻台的代表，是捷克的外交部长跟议员讲的，一个讯息是捷克的外交部跟Respect 这个杂志讲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做的，习近平要去签，总共有四个讯息，其中三个讯息都显示这代表捷克政府的政策，只有一个讯息说人家跟你讲说我们那是地方政府的事，不代表我们的政策，结果你选择相信唯一的这一个谎言。我们要随便打发你，我们要选择我们跟人家随便打发你，你就鼻子摸着回来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跟捷克外交部的这个互动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对嘛？当然委员刚才所讲，但我们还是会去了解嘛。
是在这种情况下持续进行，就是卑躬屈膝，就是乖乖的接受这一切吗？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卑躬屈膝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透过捷克外交部，我们也透过我们在捷克的友人，感到扼腕了，部长。布拉格跟台北市也有姐妹市了。也是姐妹市了，对啊，我觉得应该要责成台北市议会，再责成台北市政府要表示抗议了。然后习近平去的时候，一定要让台湾人的声音成为捷克舆论界里面很大的一个声音。我们事实上透过我就看你做不做得到，政党领袖、国会议员、市长都有在做。